与感冒一决胜负。儿子，你烧得好厉害呀，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妈妈去给你买点药，稍微忍一忍啊。差点被发现了。突然闯进来吓了我一跳。喂，毛孩怪兽，都怪你不去学校，所以妈妈怪兽才来了呀。可是毛孩怪兽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呀？是吗？他的脸色怎么这么差？状态很差呀。喂，你是不是又背着我们偷吃东西，所以拉肚子了？不是了。全部后退，远离传染源，不是远离毛孩怪兽。传染源是什么呀？你这又是什么奇怪的工具啊？是不是研发了新武器啊，兰博？好刺鼻的味道啊！到处都是病菌，后退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消毒。看来你好像得了严重的疾病，我建议你赶快住院。只是感冒了，住什么院呢？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不想被传染的话，就赶快出去。医生，我没猜错，这正是宇宙传染病。说不定我们也会传染上这可怕的传染病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，寒风？我们该不会已经被感染了吧？胡说什么？那不是外星人的病吗？谁说一定会传染给我们呢？是不是啊，寒风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先出去透透气。不也。朱古力说的没错，焦里焦气的原始怪兽才会得这种病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是吧，兰博？说不准，我只知道咱们星球没有这种病。如果被传染了，连治疗剂都没有，也就是说，一旦得病，只能等死。只是感冒了。那个传染病治没治好？怎么样了？我也好奇。喂，寒风，你去问问怎么样了。不要。什么？我怕。对了，从刚才就想说来着，能不能把这个取掉呀？我都没法动弹了。那可不行，毛孩怪兽，我得把你躺着的地方标志成污染地区，你可别想出来，因为也会把细菌带出来的。担心我乱动的话，那你们出去不就行了？反正在我确定这可怕的传染病病因之前，得先弄点治疗剂。我取一下宇宙船。别太担心了，毛孩怪兽，兰博可是我们星球最棒的医生啊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如果发现咱们中有人被传染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别担心，兰博，我们肯定不会传染上宇宙的传染病。你们俩最好别想要逃跑。这今天怎么去折磨蛋蛋星人那帮家伙呢？这那个家伙，快躲起来！材料都找到了，得马上开始研制治疗剂了。那个家伙，其他战士去哪儿了？怎么只有他一个？还说什么治疗剂？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咱们跟过去看看。哔哔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，兰博。方宝，出大事了，发动作战警报6。哔哔，那么难道说？没错，现在大家都陷入了可怕的外星球疾病危机中。天哪，那咱们俩先逃走就行了吗？蛋蛋星人们生病了。哎呦呦，这是天赐良机呀，还省了硬币，抓住他们就是一箭双雕。
走，怎么能放过这么绝好的机会呢？先从生病的家伙开始，挨个消灭他们。走啦！他们俩又怎么了？该不会是被传染了吧？雪上加霜。偏偏赶在这个时候。喂，钢镚来了，保完机甲出击。可是我们俩根本动不了啊！嘿嘿，一定要了命令，被兰博绑起来了。今天大家都摇摇晃晃的呀！啊，哎呦呦，没等作战就结束了。还有没生病的家伙吗？寒风剑，染上感冒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就叫不费吹灰之力嘛！看来今天可以轻松获胜了。哎，来呀！可恶的家伙，快呀，反击！那家伙肯定马上也会病倒的。射击，射击！别放过他！怎么这么头晕呢？难道我也被传染了？哇！果然是个最顽强的家伙，你什么时候才晕倒啊？等你自己晕倒了，那我才能捡生利品呀。你别过来。喂，你知道这是传染病吧？你是不是也想得病啊？走走走开，快走开走开。想得美，真是的，赶快病倒啊。不行，没力气了。这家伙终于没劲儿了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结果全都病倒了，得赶快开始治疗才行。那家伙在干什么？靠得太近会被传染。叶兰官，怎么才能让那家伙束手就擒呢？好，瞄准！只要打败了那家伙，咱们就胜利了。哎呀，怎么不出来？哎呀！奇怪，坏掉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，不能打针，就试试别的方法吧。病情好了。没事了，心情大好。兰博果然厉害呀。毛孩怪兽，你也吃掉吧。那是什么？这是能让你赶快痊愈的治疗剂哦。效果立竿见影。该不会是放了什么怪东西吧？相信我了。
味道不错。对你们原始怪物来说可谓是效果惊人呢。兰博，总之谢谢了啊。不过一点副作用都没有，这还是第一次吧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呀。哦，有副作用？别大喊大叫的，毛孩怪兽，要是有副作用的话早就有感觉了。别担心了。反正谢了。我感觉有点累，该不会是副作用吧？也许是药效发挥作用呢。再睡会儿吧，马上就能痊愈的。好吧，那我再睡会儿吧。就是就是，快点关灯吧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这是什么？这么看来，这回副作用不怎么厉害呀。我就说嘛，真受不了你们。那我试试研发一个去除副作用的治疗剂吧。算了，我的病已经好了。蛋蛋星人们，他们竟敢这么对我。走着瞧。